开车吧，小实习生。严秘书，我这才变成实习生没几天，你就欺负我，有素质但不多啊。哎，子阳，这谁的车啊？不错啊，我还有事要走呢，兄弟。我跟你说，最近公司都在传严秘书跟男员工搞地下恋情。啊？真的假的？你这么聪明，应该猜到是谁了吧？谁啊？那当然是我啊！你不知道严秘书喜欢我啊？有这事儿？我跟他虽然说平时不怎么说话，私底下他对我可热情了。有多热情啊？我可就跟你一个人说，你别传到他耳朵里去。我保证我什么都不说。昨天晚上我跟他看电影的时候，他那个小手……不对呀，兄弟，昨天晚上严秘书跟我打了一晚上游戏啊。你就吹吧，你有多少恨严秘书能跟你打一晚上游戏啊？哎，你这真说到点上了，这个游戏现在起号福利真的好横到离谱。得了吧，现在这游戏没年套没国服特色能玩？那当然能玩，我跟你讲，这根本不需要你费劲巴拉去买，上线无门槛送你背包。你看，你想要的天九黄金天空至尊称号，点开礼包就有，这下子国服特色算是白嫖拉满了。我去，那我也能打团了。格局打开点嘛，你想要当红队主 C 都不在话下。你看，有了这身时装加成，你就去刷开双倍爆率深渊，现在手游爆率都提升好几倍了，不用几天你就全身史诗毕业。到时候你不管是玩务工白手还是固伤红眼，那伤害嘎嘎猛，全屏飘999不带停的。哦，昨天严秘书跟你玩游戏了，那就是前天我跟他去看的电影，还是私人影院哦。啊，是吗？你没发现我们平时走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路过的都会回头看我一眼吗？啊，有吗？这是咋看的呀？就这么看的呀。哎，我们走，一回头，来说一下我是怎么看的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哎呀，还没有公司电脑好看。哎。严秘书，我回去加班了啊！不是，哎，兄弟，哎，严秘书，你前天真的跟他去看电影了？想知道啊？嗯，带我去这里，到了告诉你。我们不是要去见客户吗？还有十来分钟，够了。